一年一度的布城花卉和园艺节又来了，在这一届的布城花卉杯国际性比赛当中，我国的一名参赛者成功打败了其他国家的对手，勇夺金牌，捧走奖金。参赛者 Win Chang Win Leong 在这届的布城花卉杯中成功为我国夺得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冠军，同时他也赢走了由布城控股私人有限公司赞助的5000令吉现金奖和证书。 Yeah, so happy I'm keep the first one, the first cup for Malaysia, for local Malaysia, yeah, because the international is different, yeah.从2007年开始，布城花卉展每年都展出各类园艺和花种，来自国际的园艺设计家都会齐聚一堂较量一番。这一届的花卉展从6月14号到22号展出，时间是星期一到星期四，上午9点到晚上10点半，成人收费是3令吉，小孩则是1令吉。